结束了今天的这场比赛。最终比数1-4，两队三分之差，跟着昨天一样的比数，再次结束了今天的比赛。也非常可惜，但今天还是没能够拿下胜利。但一路会。持续的挥击，凌晨的内后方的高飞球，被游击手来接杀出局。游击交棒，请看。九局下半一人出局，出现了反攻的。